在工作表中也可以插入图片，单击插入学生卡下，插图选项组中的图片按钮，在弹出的插入图片对话框中选择插入的图片。就可以将图片插入到工作表中了。在工作表中还可以插入联机图片，方法是单击插入选项卡下插图选项组中的联机图片按钮，在弹出的插入图片对话框中输入需要插入的图片。单击搜索，选择需要的图片，单击插入按钮，就可以将联机图片插入到工作表中。单击插入选项卡下插图选项中的形状按钮，在弹出的形状样式列表中选择一种样式，拖动鼠标左键，在工作表中绘出该形状。Smart Art 图形也是 Excel 中经常遇到的图形，插入方法是单击插入选项卡下插图选项组中的 Smart Art 按钮，选择一种 Smart Art 图形样式，单击确定按钮，然后对文档进行编辑。